的发电厂房来组成。中间的泄洪坝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泄孔啊。它上面的话是有22个应流表孔，下层的话是23个应流底孔。上层的话是用来配合泄洪，下层的话用来冲沙。那么左右两边的发电厂房呢，每一台红色的小灯就代表一台发电机组。那么右岸呢，左岸的话有14台，右岸的话有12台。我们的 machine 的